迎收看龙兄虎弟。首先为您介绍的是节目主持人费玉清先生。今夜的咖啡太苦味，卡苦一杯，搁一杯，窗外的雨水落袂离，滴落我心肝底。过去啊过去，我并无后悔。甜蜜的恋情在我脑海徘徊。我声带稀微，唱出离别说再会。咱两人无缘的情分，永远也不再会。欢迎收看《龙兄虎弟》。各位观众晚安，您好。依照惯例，由我唱一首歌曲来揭开序幕，紧接着下来就为您展开节目。今天邀请到节目中来都是一些炙手可热非常受您欢迎的大明星。首先介绍这第一位歌坛的怪杰庾澄庆先生。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想哭就到怀里哭。让我们欢迎娴熟典雅的李碧华。而且是最受欢迎的主持人张飞，来叫过来，叫过来。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且挥挥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那快乐难找，我潇洒走过条条大道，我嘚儿一个笑呀，嘚儿一个笑，笑看红尘人不老，我嘚儿一个笑又嘚儿一个笑，求得一身乐逍遥。哎嘿嘿，接下来介绍的是台语歌坛上的一位才子杨宗宪先生。亲像你又搁惦伫阮眼前，啊，失落的、失落的、失落的、失落的彼段情，啊，心爱的、心爱的、心爱的、心爱的，你伫倒位？啊，失落的、失落的、失落的、失落的彼段情，想要问，可用你甘知？让我们欢迎青春玉女周子涵。我跟你飞呀飞，同
接下来介绍这位充满年轻朝气的王翔。我担心有一天会失去你，所以我不敢靠得你太近，因为我什么承受这样的打击，多么希望能够真心相许。我担心有一天会失去你，所以我不敢看你的眼睛，告诉我如何不将我的心交付给你。邀请到渐渐散发成熟女人香的巨星田曦仁小姐。介绍这位闪亮的金钟歌王杨烈先生。的美女胡慧中小姐。蓬荜生辉啊，谢谢，那是我的荣幸。哎，从胡慧中小姐的服装我们可以感觉到她对于她的职业以及对于这个节目的尊重。谢谢，让我们真是感鸣五内。哎呀，哎呀，不敢，像现在穿着大礼服服装能够出现的歌手已经是很少了。这是小礼服，飞哥，这不是大礼服。我看看我的大礼服怎么样。你这个叫大礼服吗？这不是我讲，就于服装方面我们就很非常有值得探讨。是人家刚才讲，这还是小礼服，这是小礼服而已。这大礼服站出来，这方圆几尺的，我看不能站人了。今天这个新朋友很多，哎，今天真是来的都是闪闪发亮的大明星，阵容非常的坚强。是是啊，就胡慧中那个最近来是打片还是打歌？这个是来打歌的，没有错。今天有新朋友来，又要介绍一下。是是是，这边这位叫做林汉阳，林汉阳。对，歌唱的不错。刚才那首歌 Say yes my boy my girl， 流行兼古典的东西，你这叫流行兼古典。Say yes my boy 是我小时候六年级唱。周子涵今天就被周子涵，艺人很少有人敢穿大红色。哦，这叫辣椒红。不够那个条件，那是不能随便穿红色。为什么讲要条件呢？为什么要红色很抢嘛。哦，然后这个颜色会把它的这个美都吃掉。哦，
碧华，唱歌有你的独特的嘴型。有这样吗？不是，我哪有？试一遍，试一遍，听听看。你这样讲，我不想听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唱。白云，真像啊！嗨呀。哎呦，真抒情，真抒情，哎呀，真抒情的歌。天上的星星，哦，这是他唱的吗？哎，就是我唱的吗？对，他是原唱人了。啊，真的吗？地上的娃娃叫妈妈。对，王翔，王翔，哎，不能装蒜了，王翔的歌，是，王翔的歌，有歌哈，有歌，有歌，有歌。哎，他是这第一张唱片吗？第二张。有唱叫偷哭的日子，哎呦，那这首歌名要讲出来，不是？是王翔，欢迎。接下来是田曦仁，田曦仁啊，小哥的汗都挤出来，田曦仁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你不能多出一张嘴，叫人家当炮灰。你也是常常跟影歌星们这个接触的嘛，这个歌手嘛，那讲了半天就是他的歌，他唱不出来了，这绕来绕去，蒋劲豪可以直接跳过去嘛？杨烈先生可以，如果能够，还是只有这首。哎呀，说到杨烈真不好意思，我常常模仿人家。对对对，可以说是你的衣食父母。哎，他这个心胸还真的。来两句杨烈的歌。杨烈的歌。爱我的。爱情是什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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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爱情是什么？哎哎，鼓励鼓励哦。刘伟忠，刘伟忠，那是第一次啊。我的爱情永远无法改变，只是城市新郎一再不愿。哎呀，城市新郎，太小的。哎呀。为什么要唱歌星的歌曲啊？这就表示这个主持人对歌手的尊重。这凭良心讲嘛，能唱出来的歌就觉得很快乐。谢谢，辛苦了。哎哎，切入主题，接下来要谈谈的就是最近这个报章杂志，我们这个民间呢、啊、发生的一些的问题，就看看歌星的意思，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哦，看法。奥地利这一次的游览，哎呦，游览的问题，有没有？这问题我们谈的观众比较大家距离比较近，跨年刮成点来的出国，大家都出过国。哎，如果碰到像这样的情形的话，然后奥地利当局已经向我们道歉了嘛？哦，是不是？有书面的、口头的，全部都有了。是，在那边遭受到一些这个不太好的这个待遇。对。但是从他们后面这些国家对我们的这个道歉呢，就发现我们台湾人在社会的地位上还是越来越受到重视。那我们大家把台湾的每个名胜古迹啊，好好给大家来歌颂一下，好，让我们大家带领全部台湾的人，不用再到国外去受气了。你台湾呢，做起了游览的计划，照样可以很快乐。马西加上来，不但要介绍，还要以歌曲为证。好，坐上我们这班龙虎火车，啊，带领大家一起来开始游览遍游台湾宝岛观光圣地。少叔恰了，谢谢。哦，回家被亏呀！开始走，火车要开始走了。我们请胡慧中先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台北跟基隆之间有什么观光？好的，从台北跟基隆之间，基隆有很出名的迪卡米索啊，还有庙口的天妇罗，然后到了淡水有很多的海鲜，关渡有铁蛋，但是在淡水跟关渡有很大型的海鲜餐厅，比如说像不走，这电视上不要看，我用家的旁听，谢谢。当然还有北投，北投自古出名有很好的温泉，对女子皮肤很好，还有达卡西，因为我在那里长大的，很抱歉，不好意思，谢谢。对呀。有没有八斗妖给啊？有没有人可以补充的？刚刚胡伟忠所讲的台北到基隆中间还有什么好玩的？海水浴场哪里的？胡同。哎，九份是干什么的？九份都是一路卡在那个矿坑嘛，拍了很多电影，金瓜石都在那拍的。哦，对、哎，那滨海公路沿途风光如画，对，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所以说，你看我们干嘛到国外去？哎呀，你光第一个基隆到台北之间，大家就玩不完呢。外馆就已经爆出十几个以上的。火车又要开啦！哎呀，桃
桃园到了，桃园到了，桃园桃竹苗地区由林汉杨先生来发表一下。石斛，他吃的零食。哎，石斛林寝，还有呢，还有就是哎，很大的野生动物园。对啦，对，那边有动物园，对，有六福野生动物园。另外还有就是算命莫谷，很出名的关西莫谷。关西莫谷，我来回家，刚刚一头阿摩一头丢，还有蹦杆来呀，蹦杆的嘴一头丢丢，当阿一头阿摩一头丢啊一头地落来。现在到哪里去？苏醒，介绍到什么地方？到台中，到彰化。对，这个台中其实这个台中公园。它太小了，不够气势。东势林场不错。东势林场，对，因为这里面的这个四季分明，嗯，而且它里头呢其实有全国最大的这个体能训练场，还有就是这个中横公路上这个骊山。哦，骊山神，对，那个横贯公路真是鬼斧神工啊。第二哇，一阵仙风吹过来，哇，台中真是带到了骊山，好地方，好地方。骊山有个姑娘，骊山早上可以看那个云海。随着这个山路这样飘出去，哎呦，哎呦，那个地方空气非常好。经过横贯公路呢，可以一路浏览原始的风光，原始保存的最好的是，哎，骊山不错，出美姑娘，哎，有歌为证，哎，好，有歌啊，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啊，对对对，哦，有，这不错。火车又开了，回家行到一头阿妈一头丢，哎呦，风卡来呀。风干的水一头丢丢，东阿一头阿摩一头丢阿一头滴落来哟。啊，周子涵了。哎，南投。南投。对，南投是台湾唯一不靠海的一个县份嘛。嗯。境内很多高山，像很多著名的，像庐山的温泉。嗯。还有山林溪溪头。哦。对对对对。还有快要拆掉集集的小火车站，很多广告片啊，很多人拍照在那个地方。积极原始的风貌，对啊，还有像日月潭啊，哎呀，那你刚才日月潭，台中准备讲了日月潭，在日月潭，在南投附近，在南投，对啊，飞哥，你有没有去过啊？去过啊，哎，我常常在那个岛上有个旅馆，在那边睡觉。还有非常有名日月潭有个叫总统鱼，对对对，我像我钓鱼我是高手，是不是总统喜欢吃那个鱼？不是，在福隆奥迪一带，他们叫我偶尔会，因为我哎呀，偶尔鱼钓得很厉害。那到了日月潭，他们都叫我总统阿辉，因为我总统鱼钓得很好。哎呦，就是最后他们也改过来叫哎辉总统来啊。来，超短。原来是菲律宾总统来。啊，跟他补充一下，还有什么？还有草岭啊。草岭可以滑草区。对对对对对对。啊，光这个南投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那火车要开了。回家行到一头阿摩一头丢，哎呦风干来哟，风干的水一头丢丢，当阿一头阿摩一头丢啊一头滴落来哟。王翔先生，哎，最著名的就阿里山啊，阿里山神木，阿里山，除了看云海日出之外呢，它最重要一点，它的特色就是。高山火车，对，那经过高山火车呢，就不用去国外了，因为你坐高山火车从山下坐到山上呢，你可以经过热带、温带、暖带、寒带各种气候的风景。阿里山上面看日出的时候，才发现大自然的这种壮观，才会觉得自己多么的渺小。云海，但是常常去阿里山的很少有人爬得起来去看日出。我去过两次都没看过。我有啊，我去了啊，就那天刚好。太阳被云挡到了，哎，那你这还比我等了三个小时，看不到，刚刚出来，但是也看到太阳啊，有十一点多的时候，哎呦，反正也就那么回事。那还再继续往下走，就到了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哦，曾文水库，曾文水库非常值得一看，对对对，啊，讲介绍完毕了，火车又开了 ，OK。回家行到一头阿摩一头丢，哎呦，蹦卡来。风干的水一头丢丢，东阿一头阿摩一头丢啊一头滴落来哟。哎，李碧华率领我们游览一下。到了台南，台南到了。我介绍的是安平港，安平港呢是以前郑成功登陆台湾的地方，叫安平港。郑成功不是从淡水登陆？那是红毛城，那是之后荷兰占据红毛城。对对对，我就随便跟他开个玩笑，这厉害。历史概念。然后那边有一个安平古堡，对，安平古堡，在那边有个安平古堡，还有意在京城，哎，什么京城？意在京城，在古月照京城旁边，里面有个大炮，
哎，对，郑成功的时候呢，还有一门炮在那都生锈了。对，还有赤坎楼啊，赤坎楼、恰坎楼啊，对，还有新达港啦、啊，那个红毛港啦、啊，哎呦，对，真的，我是因为我高雄长大的，哎呦，对对对，所以蛮熟悉的。是是是是是，还有一个孔子庙，对，孔庙，而且孔庙的对面还有美蛙柜，还有树形对，出名，哎呦，就到这边啦，对，哎，火车又开了。火车行到伊都阿摩伊达丢，哎呦，风空来呀，风空的水啊伊都丢丢，当阿伊都阿摩伊达丢啊伊都滴落来哟。杨烈先生，哎，我们现在到高雄了，嗯，啊，高雄呢，先坐找个车子去寿山公园绕一趟，哦，寿山公园看一看这个大佛，哦，然后再到这个澄清湖，哎，这个地方也蛮，蛮，澄清湖不错不错。很宽广的一个，还有九曲桥，对对对，里面也可以钓鱼啊、散步、骑马都可以。哎呦，然后这个还有什么？西子湾，谁啊？西子湾，哦，对，西子湾，然后可以再坐渡轮过去那个旗津，旗津，对，海鲜，哦，这个到了旗津以后，还有三轮车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太享受了，这个海味是应有尽有，满目琳琅。高雄只有这样子而已。还有佛光山，高雄佛光山，高雄县。对对对，里面香烟缭绕啊，是信徒们。还有，还有那个以前很风光的地方，还有郭荣的爱河。爱河，爱河其实也是名噪一时的，对啊，真的是一个观光圣地，情人往那边走啊，很有意思。以前就有歌嘛，那泪洒爱河桥之前，还有人在那投河，很多凄美的故事。怪怪，是，那还有呢？屏东得走了，我们往屏东方向走。一到屏东，哦，屏东就很精彩了，精彩了。从这个四重溪开始，就是真的是观光圣地，然后一直到恒春啊，到鹅銮鼻啊，夏天的观光圣地。加乐水，哦，阿公店，这都不错，阿公店。对，加乐水。屏东的美浓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板条，板条，对，板条，板条那个闽南语的，什么都知道，还有纸伞，还有纸伞，对对对对对，纸伞，纸伞，美浓纸伞，阿个鹅金珠。还有金珠，还有莲雾了，珍珠莲雾，莲雾啊，哎呦，哦，写一个，哦，笔头啦，哇，那所以讲起来，台湾你看还没走完呢，就这么好玩了，对吧？火车又要开了，哎，火车行到伊都阿妈伊都丢，哎呦，风口来，风口的水伊都丢丢，东阿伊都阿妈伊都丢，阿伊都滴落来，哎呀，中线。其实有很多，其实他可以用歌来，用歌来表达，用歌来表达，对，用歌唱最快了。来，一起唱。来，你哪来台东，请你真少看，啊，出名的山也有一支就好山，错落枝叶，无丢手真宽，红后山，三仙台，美丽的海岸。来洗脚擦，你好吃一大盘。若是白红茶，尽量头先干。你若到台东，请你烧酒干。这份砖，予你心归完。我多一呀啦呀嘿一呀嘿。怎么搞的？站在那边不动，他就在觉得大家都在跳，他就是不想跳，还往后退，他就想着我要不要跳，反正不跳的大家都跳，我不好意思。然后我就一拉他就哎，一跳起来就拉不掉。我是在后面空间大，我本来想跳表演一段3D 舞蹈的。哎呦，不错，台东也可以去参考一下。今天这么众歌手，我们介绍了一下台湾这么多名胜，还没完呢，还没完，火车又要开了，又要开了，还有地方啊，哎呦。台湾还真不小，哎，对呀，火车行到伊都阿妈伊都丢，哎呦，风口来呀，风口的水伊都丢丢，大家伊都阿妈伊都丢，阿伊都滴落来。妍希来介绍，在里面有秀姑妍希啊，哎，多漂亮啊，嗯，泛舟啊，对不对？然后你再往宜兰那个地方，就到苏澳啊那边。嗯，海边啊，哦，对不对？那个地方就早上去要去那边就要找那个什么蚵仔灰啊，哦，对不对？哎，不然就没得灰。我话你娘都买不掉。哎，对对对对，我们就在那边骗吃骗喝，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礁溪也是在那里，对，那边温泉也有，所以就是说你去这一走这一趟的话，你可以玩的东西很多，嗯，有山有水。火车又开了，又开了，哎呦！回家见到一朵阿妈一大丢，哎呦，风干来。Don't come.
吹啊一朵丢丢，当啊一朵阿莫一朵丢啊一朵地都来。现在到了。跟着飞机嘛，经过海底隧道，等了好久，哎呦，到平湖，真的这个台湾玩不过瘾，就可以假出国。哎，假出国，火车到不了的地方要坐飞机去，那等于出国是一样。对啊，澎湖到了，哎，白色的沙滩。对对对对。而且我这个真的有歌为证。哎呦，有歌为证，我外婆住在那边。来，大家帮忙唱一下，爸爸帮忙唱一下。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出沙滩，没有椰林水仙羊，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你们家有两对半。嘿，哎，可是这个后面好听啊！没关系，知道那种感觉就好。啊，沙滩啊，椰林，然后在沙滩上有两对半，哎，不错不错。脚印怎么会有两对半？对半？不是，我们说真的哦，台湾真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嗯，只是我们这个观光地区的这个管理，哎，并不是很彻底。这个讲对对对，今天讲了半天。这些地方哦，真的是它的天然资源非常的好。对，我们再稍加保护，把它整理好，一流的，真的，哎呦，厉害！我就觉得杨磊今天讲的话就是我们重点哦。的确，现在我们这个老百姓除了赚钱以外，对于这个休闲运动已经非常重视。对，这个我觉得我们政府也要开始要重视，哎，一些角度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哎，今天我们的尖峰对话到这边告一段落。哎，好，怎么会尖峰对话了呢？来来 来，非常谢谢大家提供宝贵的意见。啊，让我们大家这个到放假的时候，台湾就很多地方很好玩。是是是，话题谈到这边告一段落，哎，好吧，好，哎，稍待一会儿，继续收看我们的《龙兄虎弟》。你是讲的什么笑话？笑话？今天砸波浪哈，实在是不痛不痛了。我跳下去。我请我